是富春山居被赠予的一个地点啊，他说我们就可以看到四季的变化，春夏秋冬。所以在这个新媒体的创造里，它就可以说是再造的原来这个山水画所没有或者说没有去特别表现的啊，空间跟季节、时间，这是一个从古文所汇集之处来着手的新媒体啊，这个就是啊一个林俊廷的新媒体表现。这个很可能有些人也看过，这个电影叫做《天机》，也是来自于富春山居。而且各位注意这个海报上面，他说别往迷情，迷情就像罗浮宫迷情一样，哎，有个迷，但其实他没有迷啊。其实这个电影里头啊，最令我不满的是它聚焦在国宝，国宝这个虽然我不喜欢，但是我知道这是很多人想到说宝物或者是文物的时候第一个反应。我年轻的时候看法会起兵，那时候就想说啊，我要能够做考古学家多好，因为那就是挖宝的嘛。那么他也有国宝，法会起兵也是寻宝国宝。那这个电影呢，其实这个海报还算是蛮传真的，它只有刘德华，根本跟富春山居毫无关系啊。所以呢，我说这是另辟蹊径的例子。那当然了，老说这个国宝拍的很有意思、很吸引人，我也不反对。但是那个不是我今天要讨论的问题。然后最后我要介绍的另外一个经典的电影，就是郑南导演所做的《经过》。跟施正南一样，他也找了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女主角，这是不容易。那个，在这个电影里面，他的故事是聚焦在故宫博物院所收藏的苏轼写的《黄州寒食帖》。这个《黄州寒食帖》有一个非常引人注意的流传的故事。这个原来是在清宫的收藏，皇帝的收藏。后来啊，在圆明园之乱的时候就流出来，后来流出来之后，这个作品就卖到了日本，在二十世纪初在日本私人收藏。那这个私人收藏到了1923年的时候，东京大地震烧了，所以呢，这个故事就是从这儿开始。这个是一个日本演员，他扮演了一个男主角。这个男主角做什么呢？他就是坐了飞机到台湾，到故宫，他邀请这个是魏如萱所扮演的，在故宫工作的一个研究人员。他就邀请说，我要看《黄州寒食帖》。这个魏如萱跟他讲说，不可能啊，我们这个是国宝，有限制展出的规定，这不可能，你要看就看。你为什么要看？我就问他，他说我的祖父就是当年修复黄州寒食帖的那个修复师啊，这个修复师很了解他，而且很幸运他参与了黄州寒食帖东京大地震以后的修复工作。他说他祖父已经过世了，他祖父一直到过世之前最想念的就是黄州寒食帖。好，这
这简直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愿望。说到愿望，这个女主角也有一个愿望，她愿望是一探故宫库房之谜。那是什么？就是这故宫有一个全世界仅有的三栋库房，你们大部分人应该没去，因为平常不会来开放。三栋库房，而且我说没什么好看，但是因为它好像是秘密，所以这个电影第一次拍了这个库房。那一个桂纶镁，他的心愿就是，他虽然是故宫的研究人员，但是规定的严格，他没有办法，因为他是不同部门，他没有办法进到库房，所以他的心愿是进一下库房，去看一下库房子。所以这两个男女主角各有各的心愿，但好像都很容易去达到。当然，那个桂纶镁的心愿比较容易了，他就跟其他同事啊，拜托拜托，千拜托万拜托，果然就让他去，所以他如愿。但是，杭州很失铁。就造成了一个我们很大的焦虑。我当时在看真正的他拍的时候，我就很担心，我说这怎么办？不可能为拍这个电影破例把黄州还是给拿出来。那么有人说，那你把霍权社的故事给拿出来，我说不行吧，万一给观众看到了，不是就穿帮了？赵云堂导演有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转折，他就请那个女主角，就用幻灯，就好像我们今天用 PPT 一样，示范告诉他黄州还是谁是怎么回事，他的祖父到底想要参与哪一部分。黄州还是也是在1089年所写，距离2000年以来就那么久，他的祖父怎么可能参与呢？好，这个桂纶镁就举办了一个幻灯说明会，这个没有办法，但是说明的内容才重要。他就特别跟他讲过，苏轼写黄州寒食帖，他是一个被流放的诗人，这是最重要的谜题。黄州寒食帖写得那么精彩，成为大家所公认的绝品，而且明星最主要是因为它是在这个环境这样子的脉络里头写成。最后赵云堂得到了一个结论，也是他的诠释，最后他秀出来一个古字仁，仁啊，就是有另外一种人支持才会成为一个。所以你看这有两只脚，这不是文字学，文字学不可能会这样讲，但是他的体悟非常真切，因为他拍这个电影是故宫博物院第一次拍电影，碰到了很多的规定，确实不容易突破。那他最后拍成了，他特别感悟到有很多的帮忙，包括那个女主角这个策展的人给他的帮忙，给他的说明，给他介绍，给他带领他进一步黄州寒食帖。所以我告诉这个经过这个电影，去看看他所体会到黄州寒食帖是怎么一回事。黄州寒食帖为什么会让我们一再的想去问为什么？什么东西值得问？在这里各位看到也是有根据，在这里你可以看到火烧
烧的痕迹，这个下面的火烧就是那个男主角的祖父他所帮忙修补的结果，但是火烧的痕迹还留下。那个刚刚各位看到的富春山区也被火烧过，就等一下我们再提到这个事情。好，不管怎么样，这个苏轼写的《黄州寒食帖》实际上是写他在黄州做的两首诗。他在黄州不是去观光的，不是去玩的，他是被贬到黄州。那个时候的湖北黄州这个地区啊，很偏僻，很荒凉，然后他当然心情很不好。他这个诗的内容其实是非常非常沉重。这个时候下雨，就好像我们前一阵子台北和台湾下大雨一样，很多地方都淹水。他的那个小房子附近也淹水。他说啊，他的那个房子啊，像小船一样。哇，那就不是开玩笑，那很不方便，要开火做饭。你看他这里写的说，他的灶很潮湿，他要烧的柴火都湿了。不守规矩，
这也是个可能。不过我们会进入到更好的研究形式。我刚刚给各位看的那个作品本身，其实书都不过写的只是前面那一段，后面还有一段，就是他的学生兼好友王庭坚所写的这一段，我们叫做拔了，就是写在作品后面叫做拔。但是啊，这个王庭坚实际上不应该叫做拔，他应该被看成为这一个作品里头的一个部分，因为他是这个作品这个经典的再生。这个王庭坚所写的那个历史，他说啊，我前面还要讲。放出来特别请大家注意，事死东坡复为之，未必及此。他说即使东坡再来了，重写一遍，不可能写成这个样子。这就是绝品，因为太特别，有一些很奇特的，可以说是巧妙的寓意，是不可能重复的。然后他还有另外一个事情要说。他说：“假如东坡啊看到我在这里写这个字，就会笑，因笑我于无佛处称尊。”这个是空白。东坡不在这里，东坡在前面，对不对？所以在这里就是无佛处。东坡不在的地方，他就很大胆的在那里写。那大胆的地方在哪里呢？王庭坚的大胆。就会看得出来这个比较，这个我右边的我是苏轼写，在前面，这个是黄庭坚，这个比例啊是经过严格规划的，没有刻意夸张，它的真实比例的关系大概是这样。你看看，这是经不住它的好几倍吧？你会想？奇怪，王庭坚也太不客气了。苏轼是你的前辈，又是你的老师，你在他后面写字写得那么夸张，然后你看王庭坚写的这五字，看看这一笔，这一笔是不是有意在模仿这个？这个挑起来。那么跟右边的那个结构几乎相接的这一个比较，这个动作完全是在这一个这个动作的再生，所以它是很刻意的要跟苏东坡竞争。为什么？因为他发现苏东坡写的字越来越奔放，是故意的。而且是想要向后代的人来示威，说看你们能不能跟我拼，我写这个样子，我故意写的非常的超出我平常的那个表现。好，其实王庭坚看到这个字以后，那差不多距离原来苏东坡写。大概有十几年，是得到这个书法的这个收藏家带来请王庭坚写。王庭坚一看，果然就受到了苏东坡的挑战，所以这是非常有趣，而且是在历史上我们可以说是一再的发现的一种，可以说是秘密。王庭坚跟苏东坡之间是非常亲密的交情，他是所谓的苏门四学士的一个。但是老实说，他在写这个后续的这个答的时候，非常客气。既然是公开对待，你可以这么说，竞争敌手。这个拔写的非常有意思，跟我们传统的其他的拔比较起来，我们一般的第一个你怎么写拔？有一个核桃，
一种因为你去夸张你跟作者的关系，哇，我跟他认识多少年呢？跟他认识30年认识。第二个部分就会去卖弄给自己的学问，我说啊，那这个作者他的书法有什么好，我就告诉观众他怎么样的历史地位。然后第三个部分，假如写跋的人自己会创作，那就趁机显示一下自己的艺术造诣。但是黄庭坚在这个跋里头完全没有出现，除了第三点，他完全没有谈他跟苏东坡的交情，他只是在谈他怎样受到杭州寒食帖的挑战，然后他写出来比苏东坡更奔放，更具，我说有一种几乎可以讲更具斗性的书法。看看那个行气，几乎没有一行是直的，他都歪来歪去，所以故意去显示它的变化，结构的变化，笔墨的变化。看看这个墨字，这个线条本身的那个墨色干湿浓淡，要比苏东坡原来的要激烈的很多，这就是他故意。苏东坡为什么在那里表演？他的诗明明不太舒服，非常的郁卒。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注意到，他其实有一个对象。你不是命情人，而是好朋友。那个好朋友，据专家研究，可能是四川人的张浩。那个人就收藏了苏东坡那个时候写的好几件作品。这个朋友为什么那么重要呢？我觉得苏东坡这个时候特别有感触。好朋友，这种好朋友对他来说非常的珍贵，尤其是在他落难的时候。各位知道，这个中国的传统政治，这种事情很多，一直到今天可能有不少。政界的人特别容易感伤，你不顺利的时候，你的朋友突然减少了。然后苏东坡特别感受深刻，他到黄州的时候，这个点到了那个偏僻的地方。当然，他的天才也是大家钦佩，所以他在黄州写了《赤壁赋》，后来不够又写了《后赤壁赋》。这个作品就是故宫博物院所收藏的《赤壁赋》的后面的一段。他说啊，他的朋友的亲自，他说啊，我寄给你，他说最近这个多难未事，我正在受难之间，所以事情很多，所以你收到了我的这件作品之后，必以深藏之，请你啊藏起来，要给别人看。不拿出来，所以要替我保密。为什么这么做呢？有两个事情值得注意。第一个事情是，哎呀，这世界上的小人实在多啊。这就是巴金讲的这个损人不利己的那种小人很多。这是啊，那种小人在苏东坡的周围做什么呢？他们就在监视他。虽然没有朝廷的命令，但是很多人在监视他，他们随时向朝廷打报告。那苏东坡说，最好不要让他们知道我又有一篇那么样了不起的《赤壁赋》做出来。他
们可能会另外讲说，哎，苏东坡好极了，他被贬到了黄州还会作诗哎，等等，所以要害人的这种密报，实在大概苏东坡听了不少，所以他就要求说，青枝实际上是叫做傅瑶鱼，这是他的一个旧名，政治立场也比较相同，但是他不怕，他没有顾忌，就是继续跟苏东坡做朋友，所以苏东坡非常感动。朋友在这个时候最为被珍惜。在你受难的这个状况之下，居然发现有人不怕受到牵连，那么愿意的向苏东坡伸出援手，这是苏东坡的天才之外最感人的地方。他的作品都有他的朋友出现，文学家，文学研究的人可能就不够注意。苏东坡作品里头的他的朋友，其实写《黄州寒食帖》就是为了他的朋友，而这个朋友是他落难时对他不惜不避危险伸出援手的这样一个字。黄庭坚看到了这个《黄州寒食帖》，东坡的书法者，他一定感受到这是东坡为了张浩而写的特别精彩、特别神采飞扬的一个作品，是为了感谢，所以他从这里就抓出来了这个竞争的意思，他就加入了苏东坡的这个行列。加入了这个经典再生的行列，他重新诠释这件经典作品，让它成为经典的后世的历史里的一个部分。所以我说黄庭坚的那个这个部分啊，不应该被认为是附属品，它实际上是《黄州寒食帖》的组成的部分。透过这个经典的再生、再诠释，他们其实也是在邀请后世的来用再诠释、再创造的方式来参加这个经典的再生。刚刚提到了《黄州寒食帖》这个原件是经过了火烧的这个意外，但是没有烧掉，这就牵涉到这个形制的一个特色。东方艺术有一个卷轴保存的一个形制，它都是长卷。后面就是这个后面还有很多空白的，可以让后面的人一再的写。所以这个特色不但保护这个作品，因为它卷得很紧，所以没有空气让它烧，所以富春山居烧掉，它只烧到了最外面的那一层。黄州寒食帖前面烧的，就是包的那部分烧，但是后面没有保护。这个是东方的艺术保存形式的一个特色。那我要特别讲一点，就是说，它对于后世的再生，后世对经典的积极参与，也提供了一个非常好。一个可能性，就是说你后面的人，不管是收
写，那不够我们要再加再写，所以你可以一直不断的在一直不断的写。那我在这里刚刚我还要求拜托我的这个助理，好放上这个杜象的出名的这个1920年所做的作品。这个是针对西洋艺术史里头第一的经典《蒙娜丽莎》的这个一个什么叫颠覆，他就把蒙娜丽莎加了胡子。当然，他不是真的在蒙娜丽莎的油画上面加胡子，这个是一个复制品，这个杂志的封面很便宜啊，所以他在上面就加了胡子，就来讽刺。这个作为经典第一经典的蒙娜丽莎，他要颠覆整个历史，那他就没有这个东方式的选择那么方便，所以他的意见只能够在蒙娜丽莎上面直接做。所以我说在这里反而我们可以看到手卷的那种多功能，这个多功能尤其对于我在说的后人诠释开放性是很有帮助，所以我说那个是开放的。我今天虽然讲了好几个我个人对于某些经典的您的解谜，但是我并不认为它就是唯一的或者是正确，不要这样强调的东西，它可以随你正常都不好，所以他有他的诠释。他因为他开拓的经历，他感受到了那个朋友的重要。其实刚好跟我对黄州寒食品的某一种解释有相通之处，而这就是所谓开放性的好处。既然提到蒙娜丽莎，我故意的找文章。我以前到阳明大学去给人讲的时候，因为他们的听众都是医生嘛，所以我就说给他们一个病例表。你不知道那个蒙娜丽莎的病例表，经过医生的努力诊断，这个是个无限的病。所以从他得梅毒，一直到胆固醇过高、肾结石。还有现在还陆续增加几种，我不在意哪一个是对，但是这一种开放性的解谜是针对着蒙娜丽莎的微笑，就是问，就好像问那个华贵的小丑一样，说他为什么笑得这么特别，为什么笑得这么神秘，到底是怎么回事？医生呢，或者至少要显示他很喜欢艺术的医生，都会参加去诊断蒙娜丽莎。所以你可以期待将来还有无限的新的解释。但是这就是解谜的开放性，这个可能是对我们大家，也就是当代的文创的再生最为重要。所以最后我要提醒大家，不要忘记到博物馆、美术馆里头去，不是去寻宝，是去解谜，去问那个关心的问题。那我们